Yeah, it's a beautiful day in our city. What did your coach say about what you need to improve? Everything. 你有取英文名字吗？有啊。什么 ？Raven， 觉得蛮好听的。所以是自己听到觉得不错，就就瑞文嘛，瑞文。所以你要用这个名字出国？就用这个了，就想改来改去了。小时候叫 Peter 啊，但是我觉得 Peter 好那个，普通，好大众，算了。现在会开始安排他上英文课啊，这个目的其实也是希望他毕业之后往美国去发展，去念书。在松山的立场跟我们自己的立场来讲，尤其身为教练我，我不知道马健好，或者是甚至林立，比如说高国豪，甚至之前的孙思尧，我不知道他们的极限在哪里。但是对于我而言，我的工作是说，我们不断的去开发球员的潜能，跟发挥他的条件。甚至去强化他的一个语言能力，我希望他们的未来的出路可以更广。他去再回来的时间里头，是不是他好像会是会跟你们打八强的重叠到时间吗？那你有什么打算？用跟不用他？当然要用他，我不认为会有一少一场，马健豪少打一场会对球队有很大的影响。当然多少也会啦，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，因为球员的发展是摆第一。然后球技的一个结果来讲，我觉得是大家全队必须要有共识的。你也想把球的双方资产全部能自己营造，该做的我们做。谁是最有机会跟最有天分？这不见得，不见得。但是如果你愿意去努力，你有天分，然后你愿意去努力，告诉你，你的未来是一片的。是美好的天空。OK， 喂，那想法好好学，回来的时候自己调整时差。到从 A 到 B， 你现在从宿舍走到球场，也相当于从美国到台湾也是一样的。只是你就是要比赛，你就是要练球。小马，恭喜你哦，能够成为台湾第二个，就仅次于你这样高国豪去 NBA 篮球无疆界哦。那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很震惊，感觉被电到一样。我还以为说被恶作剧。你之前说你在印度的时候，在亚洲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打得不错？还可以吧，就是因为那边很多印度的，然后他们都不懂篮球。你确定了之后，你后来有开始就是做一些调整，打球你自己在学校练球的时候想法会有什么不同？有想我之后要去跟这些人抗衡？有，就是重量我就做更多，然后可能跑体能的时候就尽量能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。那你觉得教练对你有差别吗？没有，一直都很严格。对啊。体力训练的时候，你都会碰过，不管是黑人球员、白人球员。那你自己会觉得那些东西对你这一次去准备上会有帮助吗？当然有啊，就是可以至少就是光在场上的时候，有些沟通，有些篮球术语，就是大家都听得懂。就是还是讲了，大家都还会马上了解，但就不像是私底下聊天，可能有些句子说不出来，就场上的。基本的应该都可以。奇特心情，自己一个人。之前都有球队啊，或者什么，那现在有点忐忑，惶恐、忐忑，因为要面对很多事情。对，而且好像有点小难。不会啊，这个应该还蛮自己就是经验的累积了。这一份是行程表，打开打眼吗？就是那个啊，四号他有一些特殊表。然后这是场馆，都还好，不重要。哦，看我。